唯一令用家是使用手机和平板的时候拥有更舒适的观看体验。 Apex Q 推出一款慢向平板手机支架，提供多种高度和角度调校，适用于4寸的手机以至12寸的平板电脑，用家在使用行动装置的时候就更加惬意。 Apex Q 慢向手机平板支架以5个活动节点构成，整个挂臂长度达到 45mm， 可以承受大概 1kg 重量的行动装置，底座上面备有强力吸盘，用家只要在平滑的表面上面吸上和按下吸附的活门，就可以将支架紧紧吸附在桌面、玻璃或者云石上面，再拉开支架的夹口，以打直或者打横的方式夹住平板或者手机。夹口提供12至21cm 伸缩的范围，可以支援4至12寸的手机或者平板。支架提供360度横向旋转和180度中向旋转，挂臂可以20度至180度伸缩，而夹口附近就提供打横、打直和水平旋转，给用家调校最合适的角度。同时在挂臂上面提供多个电线整理组件，用家只要将电源线在底部向订端伸延，再接入电源线整理组件，电线就可以贴服依附在挂臂上面。除产品还附送两支六角匙，等用家随时可以将不同的节点收紧，使用的时候就更加稳固。